煮了一份螺蛳粉，还点了一点炸串。这些都是我在拼多多一块钱抢的，他们搞年终大促，一元钱就有机会秒杀到整箱螺蛳粉，有整整24包。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与。爱吃螺蛳粉的宝子们可以冲啊！我可太爱囤螺蛳粉了，简直是懒人宵夜天花板！哇，过瘾，爽！嗯，一口咬下去爆汁了，酸酸辣辣的，太过瘾了。这两天天好闷热，一下子胃口都炸开了。吃螺蛳粉的感觉太幸福了，我还加了个炸蛋。这个米粉老爽滑筋道了，吃螺蛳粉一定得喝汤，汤才是灵魂。包菜，姐妹们记得左下角冲哈，1块钱24包。